你别，啊，你无代志吼，啊，想讲安怎哈？哎，小师妹啊，阮一个听讲吼，你有车拢去水底吼，白鱼哥讲你无救哦，哦，我惊着哦，险死！啊，到底是安怎？是啥甲你弄的？迄艘试水有抓着无？妈妈，免烦恼，我已经无代志啊啦。弄你的人哦，真有可能是江道生，派来要来抢乌贼，伊看你跳水了后，人就走到无看影。 我开始有用过乌车，当年我就是用乌车去对付去北海啊找妈妈的。啊！师妹啊，你拢想起来啊？确实是我想用乌车，才修炼出因去后面遮尔济代志，阿妈才予江道生。 有机会甲你买收乌车来作乱，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。你是安怎想起来的啦？哈，是不是孙妈害甲你讲的？无啦，师娘，你妈妈咧讲我才来，我无讲啦。啊，恁翁叫我朋友讲的，我自己拢无讲哦，我用个酒桌，我用个酒桌。哎呀妈，你莫误会北海啊啦，伊真正是不高的。 当年是我家己计较啦，是我用乌车去阴司地府替北海找妈妈，啊，不过煞害爸误会，啊害北海互爸怕伊妈，伊才做毋到代志，真正爱怪人是我，爱互爸怕，爱互爸骂的人嘛是我。 唉，等家甲老家，因去遮尔济社会恩怨，牵连遐尔济人，迄切切拢是我。啊，拢酒鬼死人啊啦，结果竟然还是互你想起来啊！啊，迄当时吼，都是迄个兵去犯着禁区啦，代志真大条，所以性情不得已，十家伊的能力甲纪律都封起来啦。 恁爸是为着保护你，要保掉你的性命，伊希望用伊家己的命来替你担。是啦，啊，当年哦，你为着要甲我斗相共啊，嗯，唔甘哦，看我对阮妈妈过身哦，安尼放袂落心啦，啊，你才哦去偷着乌车啊，入去哦，因做地府哦去找阮妈妈啦，啊，恁爸爸哦，需要你走去走动啊。 你那样大声，伊会吓惊到丽萍啦！你安尼害着伊啦！真正我做这苦衷的。丽萍，妈，你阴阳界，阴鬼所夺，去！先生，我拢无听到哦，丽萍家己倒去啊！ 你该死啊！你竟然死当丽萍，当然我先落地府。无啦，是伊家己自愿的。伊讲咩？伊明明知影有过，伊哪可能自愿？哼，你哪死你就去！谁让你听我命叫阿婶的？命叫阿婶的！我讲哦，伊若不准你打电话给阿宝，不准你生给丽萍，杀我！你让我听我解释，你害着丽萍啦，你害着你的查某囝。 咱自家世世代代看风水，定义是看破天机，总有一天会影响家运。我们才决定风水得顺，交我一台位置。就算我拢无传授予你，你本身天赋奇才，竟然发到当用乌车的法术，是讲你落地府开始，不管成功还是无成功，你的恩德拢尽积水。 今晚我得要救你，爸爸只好把你的灵验，还有这段记，拢封起来。
一定要保你周全。玉山天帮啊，爸爸替你打。啊，总共一句就是吼，我叫人赶走以后啊，恁爸爸把你的记忆吼拢封印起来了，所以你啥拢袂记得了。信昌在生的时阵吼，一定有甲我提醒啦，绝对袂当让丽萍想起来这个代志，就是惊丽萍以后会去受到较严重的后果。丽萍，恁爸为了要保护你，才隐瞒这个代志，啊，即摆你想起来啊，我真正唔知影以后会安怎。安尼真正害啊！这乌钱唔知要做人到什么时阵呢？丽萍只不过是吸一个尔，就灾厄不断呢。他即马是安那？你对付歹人都无灾掉，天下间情况有即个道理哦。啊，这里变紧张啦！阮西吼托梦乌我啦，伊讲吼，咱只要吼心存正念啦，啊，哎乌钱吼，自然会翻乌变白啦，不然吼变作怕白歹人迄个武器啦。到时阵哦，就表示讲阮师妹哦，啊个你的亲密爱人哦，迄命我拢改啊。无唔对，莫怪，原本几啊开啊顶条条的乌册，会感应到黎明子也来的时阵，雄雄都发出无同款的光。之前乌册发出来是乌色的烟，感觉真有邪气。也毋过即个无同，即个发出来是金色的光，有一种真正气的感觉。哦，咁真实嘞，真实。乌册确实已经发生变化，安尼讲起来。什么人控制乌册？乌册就发生改变。即马是丽萍姐在控制乌册，乌册就变作是好的物件。不系，我啥物拢想起，包括伫阴司地府看到你妈的过着。啊！你真是看到阮妈妈？我伫阴司地府看到你妈妈，伊确确实实都是小吃店的头家女，无唔对。迄时阵，我有替你家问，问伊啥要放杀你，伊看起来足悲伤，伊讲有苦衷。啊，伊有啥物苦衷？啊，伊都还袂付回答我，我都红包甲我叫倒来用干呐。我无听到答案，既然无问出来，迄嘛拢是命啦，拢过遮尼久啊，万要着急嘛，马上要一个答案。你先把身体调养好好势再讲。来，恁看，这是我甲彭彩霞偷偷入去啊，江道成的密室内底翕到的相片啊，这张符号的顶面哦，还佫有写姜开和贝里的。那安尼就证明讲，咱约会无唔对啦。江道成一定是用什么邪术来控制江开阳去害死蝴蝶。伊这招啊，借刀杀人啊，拍一击给江开阳搞，家己哦啥拢无代志，真正是有够卑鄙的。所以你甲彭彩霞两个就家己走去江道成的密室去调查。对啊。哦，因为我惊阿妈会烦恼啦，所以拄只在白班我都无讲。你今日烦恼，我就袂烦恼。你明知影江道成啊，伊是一个老妖都会晓用妖术的。恁两个也袂输砍头毛同款，自投罗网。万一真正发生什么代志，安尼变哪？啊！我甲彭彩来决定留踮伫江道成的身躯边哦，就是为着要做卧底啦。安尼，毋则有机会会当查到证据，两早替蝴蝶报仇。江道成啊，是一个活了。咁要一百年老妖多咧，只要还佫有一口气伫个，咱千万袂用待伊。再找一个机会联络彭彩啊，看后一步想要安怎。你甲讲哦，是毋是对我下符啊？我真莫名其妙，袂记迄暗所有发生的代志。你是我的拍档呢。我是安怎要对你下符啊？而且我即马敢若剩一条魂，根本就无迄个才调，会当
搁下什么签什么法子啊？哥哥，别再喜欢骗我！我骗你怎样？我讲的拢是事实啊！你真足看，这个赌单是不是在你的祖厝的地下室？这张符啊，顶官有超过八字，你搁敢讲你无对我下符啊？这是谁去偷去的？阿叔，你无话讲啊吼？就是你偷偷对我下符啊！我这才像家里人啊，互你控制，听你的命令去台死蝴蝶，丝啊一点印象都无。这所有一切，拢是你的阴谋，拢是世界观错误。江家勇，你较认真啦，我根本无需要安尼对待你的，而且赌单的布置吼，拢差不多，反正不是阮祖厝遐呢。啊，以前是有人要陷害我，伊的目的就是爱安相加。啊，若无，迄个人应该，迄个我伫做犯才对。你阁想要辩解？那不是你，是安怎你无代无志，就血癌？你伫偷偷对我用法术，这个、度数到你的身上，你才无命的。我讲的是假事，你真正不是我，你千万莫唔通中伊的计，计甲放开啦！事实拢摆在眼前啊，你阁唔承认？你也是我无你犯，好，我今日就逼你承认。你是要讲唔讲？是不是你做的？你对我下法术，害我开始蝴蝶，那代志别空。你就把这个杀给我，给我对你假罪，是不是？儿子，你是不是啊？就是你，你想要给我判杀人罪？我就来想你死！我这我不知我不知我，你给绑住了！我不知，我没事。首长，别动我！你给我绑住！绑住啊！江同学，你是不是心虚？给我绑开了！你先冷静下来，好好听我讲几句话，我就把你绑开。你有什么理由当辩解？大伟啊，你先出去，我吼偷偷爱跟伊讲。总裁，我得就伫外口，那有需要，你喊一声，我随冲入来。坐啦，坐啦。你袂记啊是？万新民心上搁我一条魂呢，伊对我这么万恩，无得着这哦，就是设计啦。这哪可能？咱这是家己人啊，你千万唔能在这时阵哦中了万新民魂化的计。我若失去这个帮手，对来讲是一个损失，也无什么好处啊。你讲对无？恁弟啦，恁弟。上好是安尼啦，然后发现是你伫我背后变鬼变怪，我马上就将你秘密拢揭出来，而你搁一再失去你的后生。不是你试看卖，你甲看，你手头就有我的秘密啦，我哪有可能去害你啦？来，恁弟啦，恁弟啦。你上爱记，你今日所讲的话，